好啦，好啊，最后啊，你噶，你今日最后时间，交还俾我哋，今晚就可以就下场啦。好，俾掌声俾，耶！O K 啊，天然啊，你咪有汗味，有O K 好啦，咁啊，讲下咩好咧？讲下今日嘅 topic 啊，今日咩 topic 啊？就冇乜 topic 好似系嘛？咁啊，就睇波啦，咁啊讲波啦，就讲波啦。今日大家系咪真心谂住嚟睇，即系支持香港队之后就香港队啊？冇错。其实大家知唔知香港队世界排名几多噶？百几。其实百几都好耐嘅啦。咁讲百几咧，嗱，世界就227个国家，香港排144嘅。咁啊，即系算系咁啦，系咪先？咁啊，但系喺成个亚洲排第90。咁但係點解我哋都要睇呢？今日大家知唔知對邊隊㗎？香港隊對伊拉克。咁人哋嗰啲即係講真，你話踢波喎係嘛？即係人哋嗰啲幾歲就已經揸幾眼槍㗎啦喎！伊拉克嗰啲，你落去同佢踢，你真係唔知點踢。你同泰國踢都難踢啦係嘛？泰國嗰啲係踢開椰樹㗎喎，嗰啲係呀呀咁樣嗰啲。咁但係你伊拉克嗰啲真係～我哋玩玩具槍玩機關槍嘅喎，咁其實真係就好難踢嘅啦，已經係。咁啊，大家亦都知道大家有即係有距離啦，香港隊。咁但係我哋會睇嘅原因 ，hello， 我睇嘅原因咧就我哋好似結婚咁樣，頂錯啦。嗱，咁啊，我哋睇嘅原因就因為我哋都係呢個地方長大啊嘛，係嘛？即係我哋都係香港人，所以其實我哋係你唔會預計呢場波係香港係有會贏到噶嘛，係嘛？對伊拉克，因為人哋真係有個差距喺度嘅，香港同伊拉克。咁但係呢啲我覺得就唔叫做一廂情願啦，即係我哋睇呢場波係知道輸嘅，但係唔一定，但係其實大家知啊。大家知唔知場波喺邊度踢嘅咧？喺邊度踢啊？即係俾埋個即係個資訊大家啦。咁就某年嘅時候睇呢啲，我不嬲都睇開嘅呢啲係。咁喺巴林嗰邊踢嘅。咁啊！而家去巴林嗰度咧，就一間開波嘅時間咧，佢哋嗰啲氣温都係38-39度噶啦，已經係。但係38-39度都冇香港咁熱嘅喎，因為香港而家31度咧，係會比嗰邊仲辛苦，因為我哋行出街等巴士，我哋都底褲濕埋嘅咯，已經係。因為我哋濕啊，凍，即係我哋熱得嚟濕啊嘛。但係嗰邊係即係沙漠地區係比較乾啲嘅，咁所以都仲頂得住嘅。但係都講緊38-39度都唔係好容，即係唔係容易頂㗎啦。咁喺巴林嗰度踢，即係都係巴林再上少少就係呢個伊朗嘅伊拉克㗎啦。咁啊，咁上場都見到啦，香港隊輸3-1，但係已經算打得幾好，仲要係有波入係嘛。咁因為伊朗都係喺亞洲嗰度踢頭第二名日本之後到伊朗，即係先到南韓㗎啦。咁啊，我哋會睇呢場波就係除咗因為我哋香港人，我哋唔係話一廂情願，因為唔知輸㗎啦。但係呢條苗一雙情，呢啲叫義無反顧。我哋義無反顧，明知你輸，但係只不過你踢出我哋香港嘅精神。我而家香港即係香港精神，其實真係都好犀利下嘅。即係你諗下，我哋香港係其實我哋屬於邊度呢？以前就話英國，咁而家就話係中國，但我哋又唔係好想係中國。咁其實我哋係邊度呢？咁我哋又唔可以決定我哋自己支國旗，又唔可以決定自己啲國歌。睇波咁耐，我未曾試過咧，睇波咁耐係會有人噓人哋啲國歌嘅。我哋都冇噓人哋啲國歌啊，我哋噓自己啲國歌啫喎。嗱，你有入場睇你知嘅，即係入球場睇中國隊國歌嘅時候咧，即係人哋嘅外國啲國歌，伊朗啊、伊拉克隊國歌，我都有喺大球場專登日本飛翻嚟睇，冇人噓過伊朗、伊拉克國歌。我哋香港人好文明嘅，但係到我哋自己國歌嘅時候咧，全場噓，跟住背住咁樣。跟住哇！你知唔知嗰啲球隊咧嚟香港？哇！呢、這個地獄主場，未試過人向自己國歌喎，咩料咧？呢班人係咪先咁得人驚嘅咁？但係因為啲中東佬又唔會諗你咩政權啊嗰樣嗰啲啊嘛，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就係雖然係知道會輸，但係咧都會支持，因為我哋覺得喺香港咁現實嘅環境，咁嘅
即係能夠再為體育去付出咧，其實已經係好艱難嘅一件事嚟嘅。喺香港地，因為我試過僆仔嘅時候都曾經諗過真係踢波噶，即係我嗰陣時唔係咁嘅身形嘅，就唔係真係諗住到廿歲咧仲諗住我會入到香港隊嘅咁樣。即係嗰陣時著住可樂仔衫咧、銀禧嘅嗰啲，即係真係會覺得會可以代表香港，但係佢知道冇可能，但係都有咁嘅心嘅咁。支持唔到，即係真係踢唔到嘅，咁咪用其他方法支持咯。但係知道香港做運動員係好痛苦，好即係好現實嘅一樣嘢嚟嘅。我曾經係因為見到李麗珊咧攞個滑浪風帆金牌咧，1996年嘅奧運會喺美國亞特蘭大奧運會攞滑浪風帆金牌，我真係有喊嘅，因為知道我亦都知道今次代表我哋香港出嚟嗰係真係地道嘅香港人，係長洲嘅人嚟嘅，咁。是真的憑藉佢努力去攞個滑浪風帆金牌，咁當其時佢攞嗰個時候，仲係舊嗰個英國旗嚟嘅喎，即係有英國嗰個有米字旗嘅呢個港，即係港區旗嚟嘅喎。咁播嘅時候都係仲播呢個天佑女王喎，啊，即係英國國歌，即係通菜牛肉，唔係，即係唔係嗰個係嗰、那個唔係嗰個話飯歌發天撲街我，嗰、那個係咩誒？嗰首係咩？個揸住個兜。勾響街邊，係咪為咁而上？咁嗰首啊，即係嗰首天佑女王嚟嘅。嗱，咁而家跟住兩年後，同一個運動員喺一個亞運會喺曼谷嘅亞運會攞呢個又係滑浪風帆嘅金牌，都係當然亞運會啦。但係已經變咗支旗，係變咗楊紫荊嘅旗，首歌變咗係。通菜牛肉得啦咁樣，即係你已經第手咯。即係你話同一個運動員喺上面，即係嗰種感觸係真係好奇怪嘅，真係。咁所以我哋其實即係你話我哋個國家觀念又唔強啦，係咪先？即係我唔知道之後會點啊！而家你逼你外國要逼嘅咩？我唔知點解要逼嘅喎，外國係咪先？即係，但係你而家即係我問大家，即係如果你有機會結婚，我諗你都唔諗住香港生仔㗎啦，係嘛？可能要學簡體字喎。係咪先？可能佢要講黃語嘅喎，即係第時會變到點咧？即係大家都唔知係嘛？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如果仲會選擇係用運動，即係揾食做一個運動員喺香港係真係好難嘅。好似上次見到夏志明話子彈就今日唔喺度，但係佢翻到嚟佢都會撐我哋場啊嘛，即係難得。但係佢行出街之後，未必個個識佢嘅喎。但係你如果係一個代表香港代表隊嘅運動員，如果第二個地方如果佢佢個即係佢個地位等於係阿華迪咁樣嘅喎，即係等於係阿李斯特城嗰、那個Jimmy Watkins 嗰啲咁樣，又夠快又成大又出名，行出街你驚，即係真係驚行到一大段路個個捉佢影相，但係喺香港就真係未必個個知嘅喎。咁但係當然我哋知啦，係咪先啊？咁所以即係點都好啦，即係我哋都係叫做義無反顧咁樣撐下香港隊啦，即係我哋都唔睇，邊個睇啊？係咪先？咁仲要去到咁遠嘅地方，即係都仲要為我哋香港人爭光。咁所以一陣間有能力捱到嘅12:30，我哋一陣間嚟到灣仔人出嚟講到12:30，跟住嚟。嚟啊！我其實唔係我唔擔心我嘅鬥志同體能。我擔心即係得我一兩個撐到12:30，因為有啲喺度自己同自己講電話，喂，我係得，都係翻咗嚟，哦，媽個號啊，咁樣跟住咧，十個救火的少年咁樣全部，喂，得，係啊，跟住喂，冇地鐵啦，咁又走先咁樣，咁啊，嗱，即係撐到咪撐咯，係咪先？咁但係呢個唔緊要，哇，香港隊點睇啊？咁樣，咁即係我哋自己香港人，即係撐自己人，撐自己人就冇辦法啦，係咪先？咁但係話今日唔係喎。3:00，你話喂明知輸都要撐，都輸有90%都好啦。喂，咁另一個又唔係喎，4年1度嘅城市歐洲國家杯喎，今日係揭幕喎。但係4年1度嘅城市，但係今次係變咗5年之後喎，今次隔咗5年㗎啦。咁5年就因為疫情關係啦。咁啊，今次佢依期一陣仲係叫做 Euro 2020嘅喎，因為隔咗一年。咁但係今次主辦國咧？好奇怪喎，12個地方國家唔同國家主辦嘅喎，就唔係同一個地方，即係冇主辦過嘅咯喎，冇主辦過嘅喎。咁但係即係呢個咁嘅歐洲國家杯咧，一陣間3:00啊，第一場係邊度啊？係意大利對土耳其啊嘛，意大利對即係呢個羅馬帝國對特權。讀書嘅時候有冇聽過特權啊？特權啊，
你繼承唐朝嗰啲咩特厥啊嗰啲，即係乜匈奴啊咁樣，匈奴咪之後打過去嗰啲馬扎彝族咪打到去，而家變咗匈牙利咯。嗱、啊，咁係有啲特厥就即係土耳其咯。嗱、啊，咁有咩嘅有大食國噶嘛？嗰陣時有冇即係讀書嘅時候有冇聽大食國啊？大食國即係而家沙特阿拉伯咯，大食啊嘛，啊大食國。咁有冇小食啊？咁我冇，咁樓下有小食，有冇小食國嘅？咁啊～咁啊，即係今晚就呢個羅馬帝國對呢個特厥啦，係嘛？咁我其實好細個已經，即係好細個睇波嘅。咁我啱啱僆仔嘅時候好細個，幾歲嘅時候已經睇1984年嘅第一次睇波，令我咁中意睇波就係睇84年歐洲國杯八天嚟。其實我冇你見到冇嘢睇嘅，但我記得曬，因為你只要你中意嗰樣嘢，你會記得曬。八四年歐洲國杯，人生第一個有偶像，唔係唱歌嗰啲，唔係做戲嗰啲，就係柏天尼，即係踢波。即係好瀟灑，覺得佢係啊咁啊，又有一個中場球入九球咁，好犀利。咁呢、這個之後咧，我記得因為歐洲國杯好得意咧，就係好多唔知大家有冇投注啊，或者係點樣啊？但係或者係點都好，但係呢個歐洲國杯好多新嘅冠軍係你估佢唔到喎。嗱、第一次法國攞嘅時候，第一個冠軍就是歐洲國杯1984年啦。咁1988年嘅時候咧，就成日都話佢二拉。邊隊成日話佢二拉，但係又攞冠軍喎？嗰隊邊隊呢？嗰隊荷蘭，荷蘭永遠都攞第二啊嘛！第一個1988年喺德國舉辦嗰屆歐洲國杯，荷蘭三劍俠啊嘛，古里治、雲巴士同比加特，嗰年就係攞呢個歐洲國杯冠軍。咁其實好得意啊！即係中意睇波嘅人同唔中意睇波嘅人咧，即係尤其是香港女仔就比較少中意睇波啦，係嘛？但係通常最怕咩？到世界盃啊、歐洲國杯呢啲時間咧，就即係唔識唔緊要啊！小鳥啲人咁掹埋嚟咁樣睇下 OK 咯，但係最怕翻問即係越位啊嗰啲咧，或者係你撐邊度啊？我撐曼聯咁樣，我想講杯我講曼聯贏咁樣，即係你會係 O 曬出嚟，你做乜啫？你行開啦，不如即係我唔使你陪我睇啦，不如咁樣神聖心，我估碧咸咁樣，即係喂歐咗個腦呢啲已經係，咁即係好即係答唔到嘴啊！你會覺得係咁，但係。即係歐洲國杯就係不斷出現一啲好驚人嘅賽果同埋驚人嘅冠軍。咁你好似1988年啊荷蘭都唔使做二拉啦，係嘛？咁啊最少攞冠軍。但1992年嗱，4年一次啊嘛。1992年喺瑞典舉行嗰屆歐洲國杯咧，喺邊度攞冠軍咧？這個真係經典啊！這個係一個童話冠軍，童話式冠軍。童話邊個國家？即係最出名嘅童話係丹麥。丹麥本身係冇粉踢這個。決賽周嘅最後嘅環境裏面係本身冇，不過嗰支南斯拉夫內戰咧，跟住就丹麥頂上，咁啊跟住但最後殺到決賽，竟然贏埋德國喎，咁嗰支就係阿舒米高做龍門，跟住仲要係盧德納嘅細佬，即係個白賴人盧德納，咁樣都可以攞到冠軍，即係世界上即係如果你經歷過嗰啲時間睇過呢啲，你就會覺得李斯特城攞足總杯係其實正常啦，即係呢啲係，咁跟住1992年就係呢個丹麥童話式攞冠軍啦。咁1996年我仲記得我約曬啲朋友、啲小學同學話一齊去英國，即係大個第一年我哋啲中學同學一齊過去英國睇歐洲國杯，就喺英格蘭嗰度主辦嘅。咁但係嗰年都過唔到去，跟住卒之就 budget 嘅問題咯。我哋過咗去睇 J， 因為嗰陣時啱啱開始玩嗰個 winning 咧咁樣啦，跟住 J 啲都好啦，度咁即係入到球場睇玩呢個喎咁樣。啱啱開始有 J 啲嗰陣時。三毛之良啊，嗰啲啊，北澤豪啊，嗰啲啊，藍武士啊，嗰啲咁樣嘛。咁啊，跟住嗰年啊，德國攞冠軍啦。咁啊，跟住1996年之後就到2000年啦。2000年就開始有兩個國家一齊主辦歐洲國杯咯，就比利時同荷蘭一齊主辦啊嘛。咁嗰年咧，係打到最後咧，就法國對意大利都係熱門嘅球隊嚟嘅。仲有黃金入球咯，嗰陣時而家唔會有黃金入球噶。以前有黃金入球啊嘛，德加時嘅時候，跟住唔知點解入咗，砰一聲跟住咁啊，跟住贏咗咯咁就。即係突然死亡喎嗰陣時，我記得係應該係意大利贏嘅，但係最尾變咗法國贏，係維托特咁樣臨尾一度嚇咁樣咁就攞冠軍咯喎，咁就咁啊，亦都係第一次有球隊係攞完世界盃之後攞歐洲國杯啦，就法國啦。咁啊，2004年咧又一隊新嘅冠軍咯喎，嗰年係咩咧？2004年就係葡萄牙主辦嘅，但今次攞冠軍嗰隊咧，嗰次啱啱斯洛初出茅廬嘅，咁但係攞冠軍嗰隊最後係邊隊咧？係希臘喎。即係已經希臘啦，叫做係嘛？希臘做十字聯防啊，木馬屠城記咁樣攞，最終係神話式攞冠軍喎。
啊，神話式攞冠軍嗱，嗰時我買好有投注㗎，我因為我買咗四隊，其中一隊就希臘五十倍，我記得買五球隊，因為我冇乜信心，但係都真係爆咗出嚟喎。咁啊，咁嗰年就真係神話式攞冠軍，2004年。咁跟住2008年咧，就邊度咧？2008年咧就又係兩個國家一齊主辦，我都留在嗰邊諗住睇嘅，都冇睇到。收尾又因為要做嘢嘅關係，喺瑞士同埋奧地利兩個國家一齊主辦嘅。咁當年嘅冠軍就嗰段時間最強，我冇辦法，西班牙個冠軍係啦。咁跟住咧，2012年嘅歐洲港杯咧，又係兩個國家一齊主辦喎，我又喺歐洲嗰邊喎。咁但係又係冇辦法親身經歷，好似嗰次係波蘭同埋烏克蘭一齊主辦嘅，我只係又係帶緊團咁樣只可以即係喺酒店睇咯，但係冇辦法親身去睇。又係西班牙攞冠軍，第一次有一隊球隊可以蟬聯呢個冠軍係唯一次嘅啫，就是、西班牙。咁啊，跟住就到2016年咯，卒之今次我真係有機會啦。咁我真係唔理所有嘢，我真係要自己親身飛過去嗰邊睇，就上一屆歐洲港杯啦。咁即係人生都叫做又有啲嘢遺憾啦，因為我睇過日韓嗰屆世界盃啊，即係同埋嗰次咧，即係嗰時仲好愛國㗎，我又去睇中國隊嘅。我講真㗎，嗰時仲有咩范志毅啊，嗰啲咩郭海東啊嗰啲咁樣，即係我覺得。不是話身唔身為中國人入去睇，我驚，因為嗰年係日本、韓國一齊主辦噶嘛，我驚再有機會亞洲地區再有機會主辦，東亞地區又再主辦世界盃嘅時候，可能我七十歲、八十歲噶啦已經係，咁同埋嗰陣時可能都係會中國主辦，咁但係而家下一屆世界盃就係亞洲主辦啦，係嘛？卡塔爾，但係要喺東亞地區再主辦咧，其實都會係中國噶啦，但係到時可能我哋八十歲、九十歲。咁我只真係唔做份工，等梁仔唔做份工走過去睇噶，喺世界盃嘅時候。但上一次啱啱歐洲嗰杯喺法國嘅時候，真係親身過去飛去睇，仲啱啱嗰陣時有啲反恐啊嗰啲咁樣，都唔理，都過去睇。咁到最後又有一隊新嘅冠軍出嚟喎，即係歐洲嗰杯成日有啲新冠軍，所以今年你投注嘅話，你可以試下買啲新嘅球隊，即係未攞過冠軍嗰啲啊，係啊，因為成日爆啲新冠，嗱丹麥童話冠軍，希臘。神話冠軍，咁啊葡萄牙上年你如果有印象記得，決賽係對主辦國法國好強，你大家都知道。之前即係上一屆世界盃都係法國啦，係咪先？咁但係上一屆歐洲嗰杯嘅時候，法國都好強，喺度殺到入決賽，仲要 C 朗開波冇耐傷咗添喎 ，C 朗。咁你冇 C 朗嘅葡萄牙點贏啫？你唔好理，就係、是、打到加時佢贏埋你。又葡萄牙從來未攞過冠軍嘅。世界盃啊，歐洲港杯都未攞過，因為有一隊新嘅冠軍啦，即葡萄牙。咁今年12個地方，即係12個國家一齊主辦呢個賽事，冇話分主辦國。咁如果今日呢個羅馬帝國對呢個特決嘅話，大家點睇咧？嗱，通常啲揭幕戰都爆冷嘅，咁但係得唔係咁和和道出此，但係都可以咩？但係我都會覺得係因為諗你要知道喎，嗱踢波嘅嘢天時地利人和啊。偏偏今次12個國家主辦，但係冇主辦過。但今日你要知道，場波今日揭幕戰係喺羅馬奧林匹克運動場打嘅，咁即係變咗，原來變相係主辦國，即係主場嘅喎。咁你天時地利人和，咁人和可能好乜啦，即係冇球迷入場，多有都唔會多嘅。咁但係個場啊、各樣啊都係你慣常嘅，咁所以我要靜先，可能靜先少少。但係通常啲揭幕戰都係爆冷嘅又。咁我覺得應該苦戰小勝一球，1-0、2-1嗰啲咯，即係睇下又會唔會係咁樣啦。但係如果估冠軍嘅，你會估邊隊咧？嗱，我就估啲即係未攞過㗎啦，我會估比利時啊。哦。比利時。如果球賠率嘅話，就會估瑞士啊嗰啲咯。但係歐洲挪威嗰邊有個叫做超級電腦，佢哋一間公司咧估咧就會話咩咧？得咗個結論出嚟咧，個所有嘅數據啊，加埋近況啊，佢竟然估係。捷克真係好難啊，100倍喎。咁但係比利時啊，真係未攞過任何世界盃，即係世界盃同埋歐洲港杯。咁今年即係有機會，又最中意出呢個冷門嘅冠軍㗎嘛。啊，咁所以即係呢啲都係我哋嘅分享下啫。咁我又冇讀到㗎，但我肯定快過 Google 嘅。或者一由於唔係我叻，由於你中意嗰樣嘢，咁你就會自己會上心，亦都唔需要點記嘅。你覺得我你要我而家由第一屆世界盃噏到上一屆邊個主辦國邊度攞冠軍，跟住決賽比數幾多，我全部噏得出㗎。奧運會都噏到㗎，我快一定快過你 Google 啊！就係因為你係中意嗰樣嘢啊嘛。但係冇辦法，細細個我已經係即係
人哋睇小忌廉，我已經睇小澤怡噶啦。但係人哋聽不其步嗰啲，我已經睇吉澤明步噶啦。我已經係即係人哋個睇足球小將，我都覺得，切你跑跑嚟跑去跑跑咁耐都未射到波嘅，你流嘅，即係已經係唔會俾人呃到啊！咩倒掛啱啱飛到半天咁高，跟住話仲要講兩集先踢到個波，我唔會信咯。因為我咧嗰陣時候舐個嘢學到佢跳到高咁高，跟住飛落嚟嘅時候整斷，即係隻手真係斷咁滯咯，即係腫曬咁樣。我諗住話佢飛到咁高咁有型倒掛，我發覺假嘅，原來係即係喺體院拍到啲嘢都係假嘅。咁所以冇話到即係人哋個個睇又睇卡通片，睇變形合衣嘅時候，我都仲已經睇緊波哥嘅衣㗎啦，已經係咁。所以啲人你中意嘅話咧。就唔同嘅，即係等於喂，你有啲音樂會你中意睇嘅，好似譬如我同阿 Jo 咁樣，我哋去世界各地去好多地方，喂，有啲即係譬如你唔中意嘅嘢，你要你去投入，因為有啲困難嘅，即係譬如我去俄羅斯睇嗰啲咩胡桃夾子啊、天鵝湖嗰啲，咁你冇理由喺度打機噶嘛，喺個場合喺度咁樣啫，但你唯有投入咯，喂，但係個幾兩個鐘巴輪迴喺度咁樣，我大佬真係頂唔順㗎。即係爭個命，揾啲牙尖篤住隻眼，唔好瞓，好肉好肉酸咁樣。咁你咪投入一次咯，唯有即係投下希望嗰種。即係冇噶，我2006年嘅時候住咗德國一個月，就為咗睇世界盃，喺嗰度住咗一個月。咁決賽一場波飛，我依世都記得嘅，6000歐元。我諗咗大約一分鐘到，6000歐元即係60000蚊一張波飛。是啊，但我回嚟我係食咗，我大概食咗差唔多成個月係公仔完㗎啦，都係，即係出前一丁都基本上要頒獎俾我啦。咁但係即係睇你覺得值唔值得啫嘛，即係好似譬如我媽會覺得黐線咁啊，喂20幾人追住個波好貴嘅咩？一人派一個咪得咯咁啊？咁好似有啲道理喎，咁個波真係唔好貴喎，一人派一個唔使爭咯，係咪先？咁但係唔係嗰樣嘢嚟㗎嘛，即係如果你話我唔中意聽鋼琴嘅。你找阿李雲迪朗朗那些，我覺得一嚿水一張飛，我覺得好貴嘅，係咪先？我唔中意啊嘛嗰樣嘢，但我中意嘅話咧，我到入土維安嗰日，我都記得我當年睇個決賽，意大利對法國，唔係我俾幾多錢入去睇嘅問題，係我俾幾多錢入去睇都好啦，佢竟然打加時，我係咪賺咗啊？係咪先？佢射埋12碼喎，跟住仲要趕出場喎，斯丹嗰個頭咁樣撞人嘅心口，哇！佢最後一場，我有幸喺入面睇你咁啊頭撞人，咁經典，跟住射12碼，咁我兩隊都中意嘅喎。呢邊又幫我又哇攬下呢邊球員，嗰邊又幫我攬下呢邊球員，哇咁即係騎場派嚟嘅喎，直頭係。喂，到最後好開心咁樣，即係呢啲回憶有冇人攞走噶嘛？係咪先？咁所以即係睇下你嗰樣嘢係咩咯。咁如果大家中意呢啲獨篤笑，其實冇限力㗎，即係你將你自己心裏面嘅説話講出嚟，或者係。將你覺得啊，你得意嘅幽默嘅嘢同人開心 share， 其實呢樣嘢第時可能係一個風氣咧，或者係我哋做到大家自己想做嘅嘢，就其實已經 OK 噶啦，係咪先？咁啊嗱，今日分享到呢度，我知道沉氣啊，係咪先？嗱，因為趁翻今日呢個踢波嘅 topic， 所以講耐咗嘅 ，OK。咁啊 ，anyway， 咁啊，今日買意大利人俾你自己啊嘛。好，俾你張相睇，哇，好好啊！